统修6400，辅助技能强壮神速2000，刺打160，再加2000，师门技能1400啊，紫色名字再加5000，原始种族龙宫再转魔王啊，这也是好多年不转门派的选手啊，635亿，400亿，2000，3000，4350，1500啊，熊猫团子500，这号玩了很多年，祥瑞没咋买，雨仙哥360。翻版1000，染色呢是非特殊染色，不用再加500。神器弄得竟然很好，这号竟然弄了很好的神器，太诡异了，大哥。神器的话，大概能给他加上一个15000啊。神器竟然很好，这孩子先进金发里咋还有本蓝书呢啊？1300呢？1400啊？加381，加39，加246啊？1469，孩子有点稍微有点低能。顶书的钱2000块钱，项链是一个法系的梦想，252极限，这个可能254，327减去12乘以672，出零是255。这个项链的话，大概能给号加个6000块。帽子永不磨损混沌兽，4500，腰带四海加混沌兽，2500，鞋子齐天三叠加混沌兽12000，衣服的话279加9。288，魔耐双加套装机关鸟，6000，武器668，减去8乘以12，96啊，出伤572，体魔双加啊，大概能卖上一个4000。零式的话300加300，600，这零式的话1500，伤害位的10段三法爆。我操，这号有点难啊，这号零式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猛了啊？这零式其实虽然伤害位的不是绝对的正确属性，50000块钱再加星辉石也得80000块钱，这一个零式就给我弄得不太好估，这个号给他算个75000，打成一个问号。耳饰是法伤位的三法爆，这号零式怎么这么猛啊？我靠，六法爆，魔王寨五行为火，再增加8%的法爆，这个号的法爆几率太高了。耳饰咋地也得是一个五吧，五加一咋地得是个6吧啊？还有7级的星元，这个7级的星元就很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7级的星元打到了一个几百块钱的零式上啊？你到底要不要 PK？ 这个号泰山压顶，套装带的是法爆，不要法连，还整了一个五开竞速的搭配，顺法100%，4000，工资好，带感知没强力。低级夜战不影响，没有宝宝装备，没问题。4000，这只实技能的话，工资房资啊，进阶10，元宵都不吃。这个号给我带来的感觉很奇怪啊，加2000，再加2000，再加6400，再加6000，这号239610啊，兄弟们帮帮弟弟，这个号怎么样？零是确实还是挺好的，没啥问题。星辉石也有很多基础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号吧，买这个零式的人一般不会买这种装备，所以说还是要打个折啊，打个0.92折，差不多了啊，225317，看老板多少钱买的啊？我靠！刚才我说了，这号要不就是卖了一年，就是要不然就一年没玩拿来卖。当我看到系统消息是3月8号的时候，陷入了沉思啊。老板在吗？老板在吗？刺激的事情到了啊！这号卖了一年，还有还价16万的。后面的价格就越来越低了啊，不会10多万拿的吧？昨天有个16万的号，我就挺诧异了，18.5万拿的，好，这是取号啊，取号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 C66，80级8段的混沌兽鞋，这鞋子得几百吧，有锁也没锁了啊。
金刚石一个，金刚石又一个，140的零是七段的又一个，这个取号真的是有点变态啊！这个号，这个号主是什么情况呀？你卖半年就不能拆开卖吗？这零是的法伤法报加伤害的法伤位的零是七段行为时七级星元就直接扔仓库啊！零兜兜又一个，这儿是。星威石就1000了，灵石本身还1000多，加七级星元，妥妥的3000多的东西啊。两级、三级太阳石，还有五级太阳石 ，OK， 我看看有没有低级造型的啊。三点水兽诀，项链、心疗术，我靠，兄弟们，仓库里有180级的宝宝，叫爆爆爆！准备好了吗？嘟嘟嘟嘟嘟，仓库里有180级的宝宝，炸！你他妈的这个取号有问题呀！七技能引攻，宝宝装备53，宝宝装备53啊，这些都是藏宝阁看不见的100惊喜，卖号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取出。还有一只321，这也是没吃元宵，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也是不吃元宵的啊。再来一只炸，虚弥真言加大法啊，特性顺势。这只宝宝带时间锁，能不能是老板后买的，然后存到仓库里呢？没吃元宵啊，他的宝宝就是 MC 不吃元宵啊。